方便哦，啊，这个玉皇上帝哦，三观大帝，啊，以及天顶天将，啊，今仔日哦，111年4月22日，啊，由五世建成师父中观音如来佛祖指定于今日来到咱哦外道大天府。啊，领兵啊，聘请五王的兵将啊，来到江中临时石头路啊，呼吁江中善男信女、步步高升、健康一路平安。代表哦啊，领兵啊，先向咱这个五道大天父五父千岁啊，感谢恁兄弟姊妹哦啊，这个百中选一啦哦啊，这个兵将啊和这个宇宙救海明珠率领哦啊。大队中中哦，啊，人准备人就任，任职啊，呼吁这个百姓信徒哦，啊，大家安尼出入平安哦，啊，顺顺利利，健康哦，啊，在此啊向您敬行施加礼。
一拜，再拜，三拜。Oh!